我叫叶琳娜，这是我来到中国的第七年。有一首歌名字叫 Seven Years， 在这首歌中，人生被分解成很多段七年，分别总结了歌手他目前的生命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。不禁想到，我人生中也可以分出一段七年，那就是我来到中国的这七年。这七年里，我听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，嘿，叶琳娜，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花了七年来寻找答案。我发现问我问题的这些朋友都很喜欢听故事，他们喜欢听到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他们喜欢中国的书画、中国的建筑、中国的雕刻以及这些一切背后的典故和历史。他们觉得我的中国故事讲得特别好，因为我不只用嘴巴去说，我还可以用我的舞蹈来表达。他们很爱听我讲中国故事，所以我开始用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一起看中国，记录和转述真实的中国。我也收获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们自己策划活动，大量同学们就到中国各地去感悟、去参与、去体验、去看、去想、去寻找他们想看的中国故事。来中国是缘，与中国朋友互相学习、交流、进步，更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七年，中国在我成长的美好年华中留下绚烂的笔墨，有大山大河的壮阔辽远，有小桥流水的静止秀丽。这是我眼中的中国，这是一幅正式立体的中国，这是一曲赞歌、一篇诗史、一幅画卷、一个用流畅的中国故事。下一个七年，我将乘着中国的风，将走向世界，在更广阔的舞台写下我的中国故事。